客厅又改厕所了。五个榴莲够臭。我们家白黑又想吃的东西了，坐去吧。这不条刚发给你的吗？让我坐干嘛？废话，我养你那么大就是为了给我们家孩子做饭吃的。那你们家孩子口挺重的啊，榴莲配鸡能吃吗？口做的太好了。先看一个榴莲盲盒吧。哎，这榴莲皮可不能撇呀，你得留着贵呀。葱酱榴莲囊野肉，鸡有道理。花椒多来点，红枣枸杞，开火焖一会儿，摆满榴莲。哦，看着就好吃。再用榴莲肉和提前做好的叶子冻做个甜品，包浆芝士榴莲饼，留下不争气的口水。还有呢，咱再做个烤榴莲。对了，好吃的都得让着媳妇儿吃，真香。我操，看着没出息劲儿。怎么会有榴莲这么好吃的东西？你说会不会有那种各种品种的榴莲自助，让你随便吃？我看有，明天就得有。